这次是史无前例发生特大地震，震引发海啸，数万居民被迫撤离。全国呢正在召集兵力进入灾区。是完美世界搜救队，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，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。小齐发现目标。我的梦想是成立一支以搜救犬为主的救援队。神犬小七呢？我很早就听说了。是时候把小七送到一个专业的队伍里去，让他去完成他的梦想。欢迎你们成为完美世界搜救队的一员。下面我宣布小七的训导员是林木。林木不是一种狗的名字吗？你别这样一直看着我，你会被我帅气的外表迷得无法自拔。过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这次咱们一定要超过步枪和奥利，有没有信心？搜救员和搜救犬的配合至关重要，搜救员也必须足够了解自己搜救犬的一举一动。什么意思啊？给我擦眼泪是吧？狗加分，人减分，开始。小齐步枪并列第一，跑不了了吧？来来，跟我走，别过来。这儿不需要逃兵。怎么会喜欢这种傻大姐？不可能。这位那个大姐，谁是你大姐？我喜欢的可是那种阳光的傻白甜。这位美少女是我们救援队的颜值担当小雪。我说你没眼光啊，我这么好的男生你不选，你非要选那家伙。哎，我对步枪的感情不比你少，我甚至比你更了解步枪。笨蛋，收拾一下你！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手是吗？我自己走。我都会永远信赖你，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。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懂了，小琪，我们不仅仅是搜救员和搜救犬的关系，我们还是战友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。能做到吗？能。全体都有，给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搜索范围一区域和二区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主播，
水、金币，静脉注射肾上腺素。人是独立的个体，孤独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命题。我们一生都在寻找同行的伙伴，有时会有欣喜，会有失落，会有希望，会有离别，但正是这些让我们更加懂得去珍惜。感谢生命让我遇见这群年轻人和狗，是你们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完美世界。小小七，他不会是小七的？他就是小七的儿子。